过去的，你要把这个地方好好的经营下去，把生物多样性维持下去，给你的后代子孙使用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也是你的义务。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非常谢谢赵老师，你看他还有准备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时间不够啊。不过幸好我们上礼拜有看那个高尔的那个不愿面对的、哦、对对对，所以那个很好，效应没关系，对，有他们有机会了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课就先上到这儿。